哦，大哥搞那么大一盆啊？不多，不多啊。这个你能够吃冰火两重天吗？能。受得了是吗？受得了。那好的。我们在这边。哦哟。你看，太爽了。冰淇淋吃螺蛳粉，这个大哥从东北3000多公里坐飞机过来的哦，是吗？我以为你开小车过来周游全国呢，专门过来挑战螺蛳粉3000公里。没事，开心就好，是吗，帅哥？就奔着你钱来的，所以我就说啊，你开心就好。奔着钱来的，你打算多久吃完啊？2分钟吧，争取1分钟。2分钟可以等飞机票了哦。对，2分钟内吃完多少？好吧，争取1分钟吃完好吗？一分钟吃完有什么奖励吗？5000块钱呐、啊！哦，5000块。对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嘞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呀，这大哥有点东西哦。可以哦，1分钟挂电。阿姨，你危险啦、啊！我有什么危险？我一点都不危险。你损失5000块钱哦。没事。5000，阿姨，你看这个帅哥，他都不用夹的呀。这个是比那个鸡五哥还要鸡五哥了，你知道吗？东北鸡头哥，阿姨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职业挑战了吧？阿姨，你的螺蛳粉怎么卖啊？你那个袋装呢？还想要吗？肯定想要、啊。那这个是吗？即将我们那里好像还有一点啊，反常的螺蛳粉啊，39.9包6包，送3包，一起是9包啊。去我们直播间去下单啊！这个是618活动的哦，是反常呢才有机会的啊，没都没有机会了啊。嗯，好，记清楚了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大哥筷子都吃掉了。你不要怕了嘛，我还没，我收我的，你吃你的。大哥稳住啊，现在1分48秒，争取2分钟，冲刺一下。慢点，慢点。别辣。等着，你慢点，慢点。东北可能那边吃不了那么辣。把那个纸巾丢掉吧。超过2分钟了。嗯，有点可惜。没事，还可以争取2块。不是，还呛了他吃的。3分钟内吃完，奖励500。都还有500，我以为那2分钟可以刮掉。被辣到了刚才。不是，还呛，吃的太快了。我这大哥还是挺猛的哇。嗯，是啊。东北过来的果然有实力啊。加油了吧？把那配菜粉吃完就行了。是啊。不足不足。还有三，不足，快点。嗯，好 ，OK。加油！加油！500块钱。500块钱啊！是的，阿姨今天白干了哦。没事，第二个恭喜你2分37秒跳跳成功，得奖金是500，开心吗？开心。来，这个奖金是你的啊，下次还干。明天还来？明天还来，明天争取2000块钱，明天是6两哦。好，不是5两哦。明天还来？都是名不是名利逃不走，是步步高升啊。好，吃到5两就到6两的啊，争取啊，明天晚上2000块钱了啊。好。好的，欢迎你下次光临啊。好嘞，OK。